姐，那你回去呢就等候结果吧，公司呢也会尽快给您消息的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那不送你了。好，谢谢你。慢点。不好意思，您先走吧。您先走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等一下。不好意思啊，请问这个人是？您说中间这个，这是我们的 CEO 邹总。对啊，您认识？邹北业。对啊。行，慢点，走，慢点，走这儿住了。我都提醒你两遍了吧，你再不走我黑花单了。不是，我这不接人马上就下来了。你甭马上，我等你半天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您看我人不是在这儿呢吗？你人在这儿，那你这叫违规停车，你知道吗？你还不听劝阻，所以说我有理由开罚单。不是，那个咱别为难谁。你说我就是一个司机，我在这等人，您再容我5分钟行不行？不行。3分钟也不行。违规停车，拿着吧。你行，赶紧走啊！捣乱啊你这儿。哎，依林，辛苦你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看你表演的太走心了，你可比我有演技多了。我呢，算是好好上了一课，这点学费不贵。不是什么表演啊？科技新贵，代码奇才，高额融资，这么些词，再配上这样一张照片，那我都恍惚了。哎，来，我比比这是一人吧？你说你好好的 CEO 不当，你在我面前扮演这么多个月的司机，你想干嘛？依林，我没有恶意。你是没有恶意，你让我恶心。什么科技奇才？哎，你碰上我这种科技白痴，你特有自豪感是吧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随便上网搜一搜，什么不知道？我还能蠢的被你耍的滴溜转，还转了这么几个月，我也是蠢的可以了。我刚刚在车上，我都说了我去的公司叫什么，哎，你居然还能面不改色的毫无反应，还给我在那加油。邹北业，你挺可怕的呀，这要是搁在谍战戏里，你比那些男主角心理素质还强呢。打住。我是乐展科技的 CEO， 我们公司二轮融资融得非常好，很快就要上市了，到时候我的身价会是5亿。我们公司哎，怎么着？你现在瞒不住了，直接开始炫富了是吧？不是，我就是想把我自己的实际情况。大柱，你已经告诉过我了，你是一个专车司机，你因为失眠所以晚上出来拉货，你一天都不敢休息，因为你要赚钱谋生。你这几个月不一直这个人设吗？你怎么这么多情况，这么多身份呢？亏我呢，还把你当一个好人，是我瞎。我还以为你跟所有那些出现在我身边男人都不一样，我真的差点就相信你是真心对我好的那个人了。合着呢，你比那些把有钱写在脸上的混蛋更可耻，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。还是说你怕我图你钱，所以才扮穷装可怜呢？不是，我绝对不是。还有那天，你在我面前砸手机，对吧？难怪你这么有底气啊！我还像个傻子似的，我把磨破脚走了一天的劳务全都给了你，拿着我的钱，你得怎么嘲笑我呀？你觉得耍人玩特有意思是吧？你觉得自己都配得上你去奥斯卡了是吗？依林，咱俩能不能心平气和的好好谈谈？不能，我一点都不想听。行。Do it.
所以我才给同类打电话。还不够丧，还能咬人呢。那咱走吧，自个儿想辙出去呗。哎哎，别，别把我一人留这儿，这就知道求饶了。我告诉你，就活该袭击交通协管员，关你半个月不冤。不是你再有钱，你也不能这样啊！不是你倒告诉我，这为什么呀？乔玉林知道我的事儿了，得，又一同类，也是一情种。咱是杆儿啊，还是球啊？是球，欠抽，欠抽的货。我原本想啊，只要你勤加练习，姿势正确，这球必然就会朝你想要那方向去走。可是等你实际去操杆打了，刚才你们俩也都感受到了吧？半点都由不得你，什么经验技巧，都是白搭。别，浩哥，你不能这么想啊。你说你要是都泄气了，那我们俩怎么办呢？哎，我就不明白这事儿了哈。你看咱仨，一个钱包鼓鼓的，一个理论经验丰富的，一个实践经验充足的，哎，怎么这就感情这事这么不如意呢？大哥，解释一下，女人到底想要什么呀？想要什么呀？你们别问我。我现在连我自己都怀疑，我都怀疑我那些理论是不是还有用，还有什么意义？对，当然有了。
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没有听你的话，向乔玉林早点坦白。结果弄的，今天他都跟我说滚蛋了。咱仨真是同命相。别，你别往我们这堆儿里划了啊！你跟我们俩能一样吗？你是不说实话，你活该，你咎由自取。不是，我行了，你差不多得了。咱们都是天涯沦落人，对不对？你何必苦苦追究他怎么堕落至此了呢？没必要。你就当失去了一客户，但是多一哥们儿，不就完了吗？你们真能拿我当哥们儿啊？哎，你能不能不这么自卑呀？你也有优点的。就黑卡，你的黑卡一拿出来，就能毙掉很多男人，对吗？拿钱砸不来姑娘，你还砸不来哥们儿吗？所以咱们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啊，一家人。话听着那么别扭，哼哼，你们俩这无耻的样儿，还真挺配。来吧，泽比。嗯。气好像被我弄坏了，怎么都调不出热水。那你没让物业帮着来修理一下吗？我叫了，他们说好像是开关的问题吧，但是得咱们自己解决。行，那我改天想办法帮你修好。昨天物业的人问我是不是程太太，我不知道我如果说我是租客会不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，所以我就没否认。所以你搬出去是为了离他更近。我搬我爸那儿去是为了让你更方便。我要是图方便，为什么不住酒店？哎，thank you.
剩这么些个菜。那什么，把对官叫人去，我来吃饭。今儿算了吧，估计人都没回来呢。本来说好的一块儿下班回来，人都没见着。是不是伤着人家了？什么伤着了？吃饭。仨人开饭，多少日子了，都没见着你们俩一起回来。真当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？谁还没年轻过？是不是闹别扭呢？就是不闹，才吓人呢。那就叫冷战。这个时候就别绷着了。男人欺负女人是本能，男人让着女人那是本事。您还有这觉悟呢？那我怎么从来没见识过您让我妈呀？要不我后悔呢。活到这岁数才明白，两个人闹矛盾，互相撂狠话，诚心刺激对方，让矛盾升级，这都是蠢呐。这个时候谁要是能主动先退一步，那才是真正的赢家。我在这个家里威风了一辈子，表面上看都是你妈妈让着我，其实呢，咱家咱俩的主心骨是她呀。怎么越说越伤感呢？干嘛就想我妈了？甭说我，说你呢。这人一长岁数吧，就逃避不了自个儿这基因。你甭越来越随我啊，去上对面喊人去，我听见他回来了。真不是我不想去叫，俩人碰一块儿就不欢而散。我这拳拳都像打在棉花上，使不上劲儿。不是，干嘛去啊？啊？你给人家修热水器了？我不是这意思。哎呀，不是那个意思，就好好吃饭，好好说话。哎，饺子，来饺子，把饺子给弄过去。啊，来，饺子，醋。有点多。
栽了。说白了，我就是想把你们两个往一块凑，好好的两个孩子，不能因为一些个什么怀疑啊，什么不舒服啊，这么下去还不得落个就地拉倒啊，亏不亏啊？不是爸，那你也别这么当面直接的。更直接的我还没说呢，我得留给你自个儿说。我的意思就是像朋友相处也一样，莫名其妙的就不了了之，都是这么开始的。这叫什么呀？一个不说，一个不问，都不是矫情孩子了是吧？心里有什么想法好好聊聊，沟通沟通，像成年人一样的解决问题是吧？行，我出去遛弯去了啊。不是一口都不吃，我可遛的时间不太长啊，顶多也就是仨小时，有什么话赶紧说啊。都快赶上我妈了。我爸以前他还真不这样。因为我们不孝呗。罗爷，我知道自从顾瑶来了诊所之后，你这心里边一直不舒服，一直别扭着。虽然说这是张明阳的意思，但我也承认我没有拒绝的理由。你之前不是一直问我顾瑶回来以后我这心里边有没有放下吗？我现在明确的告诉你，我放下了，真的，我真放下了。可是顾瑶她毕竟也是我的老同学，她离婚这件事儿上我也阴差阳错的没起什么好作用，所以说她现在回来她遇到难事儿，你让我不帮她我做不到。所以就是没有爱也有情呗。那是情分的情。我之所以这么确定地告诉你我放下了，那是因为我现在知道我的情感是放在谁的身上。那个，之前我们两个人在比利时第一次遇到的时候，没有碰到那些事儿，没有。接吧，万一有什么急事儿呢？喂，顾瑶，我现在正在。
报应是不是？那五本都是你为我写的，对吗？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就别再提了。过去的事儿就不能重来吗？我们还不晚，对不对？你别哭嘛，你现在情绪不稳定，先好好休息。我给你包扎好了，你先好好睡一觉。知道我有多久没好好睡觉了吗？你不是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吃药的吗？就从那场离婚官司开始。最开始那药还有点用，后来就没效果了，我就用酒送，到现在什么都不好使了。那药本来就不应该吃，你还喝酒。
哎，你怎么下来了呀？你叫我一声，我……哎哎哎，你先坐坐坐坐，慢点啊！哎，好啊！哎呦呵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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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有点糊。哎呀，哎呦，完了完了，这我有点愁，还赶上拌饭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就将就着吃吧。哭了呀，也不至于惨到让你掉眼泪吧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这儿有一不糊的呢。哎，哎，来来，你尝尝。怎么样，还行吗？好吃。味成粥啊。昨天你睡了以后啊，我联系了我一朋友，他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心理专家。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呢，我就把他的联系方式给你。我是想啊，只要咱好好配合治疗，一定能治好的。你会陪着我变好吗？那必须的呀，作为老同学、朋友。义不容辞啊！不缺你这个朋友。你是不是因为罗月才拒绝我的呀？保持天空晴朗微雨。
了。